说一下，这些东西怎么来的？那买了个锅，好漂亮，你看，我这里不是有个锅吗？来买锅干嘛嘛？看啊！但是你看这个，还有配这个皮牛，哇，好顺手，原来是，原来是。这个不用练，你还是说回你那些是什么什么什么来的嘛？那你要煮饭啊。然后煮完饭，你发现要买米哦。然后你看这个，滴，好好看。煮完饭才买米。然后煮完饭喝点东西啊。然后这是榨汁机、纯果汁机，然后我出差喝的。然后还有三伏天煮花茶，超正。然后这个你就要剁蒜啊，剁肉末，对，就是手好酸，所以就买了一个绞肉。对，锡箔加餐锅。我就买了这么点。那这个呢？你洗完碗会累呀、啊，然后按摩一下哇，舒服啊，舒服。怪不得你说你泪点很低，原来这个泪点。这个女人泪点都很低啊。哦，我买菜煮饭给你吃，我洗完碗我按摩一下休息一下也可以哦。哦，我照顾你们全家我休息一下也不可以哦。我都没有跟姐妹跟闺蜜出去办卡去美容院，我这么省在家里还选了跟沙发一样的颜色，为了配合你，这样都不行吗？果然会变的渣男，果然会变的渣男。那我错了、啊，不是你错吗？对了，我刷了你的卡。我。